这是一道新年喜庆的年菜，因为原题取其团团圆圆和横财就手的意思。大家好，我是梁富龙，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横财就手包你发。首先我们把香料一一的放入袋子里，再把它放进气压锅内，冷锅下油加热，爆香姜和青葱，再加入冰糖和猪蹄。接下来我们加入调味料，煮滚，加入清水，放一些盐和鸡精粉，稍微搅拌它，然后把原蹄和汤汁全部倒入松厨魔法气压锅。有了松厨魔法气压锅，只需15分钟就能焖出美味的原蹄，省时节能。然后把煮熟的原蹄放入盘内，取出一些汤汁放入万用锅，加上鲍鱼烩煮片刻，瓷粉勾芡，即可上碟摆设，淋上酱汁，横财就手包你发，就这样完成了。